只说顺不顺利，他说还可以，第一天拍就拍那个，因为不熟，所以会一开始会有点尴尬，但是拍完那场戏就完全不尴尬，就大家都很熟。你呀、啊。你就一定要一句一句的顶回去。他只有说陈哥一直要跟他聊天，他说我台词很多，陈哥一直找我聊天。我们会有争执的会是什么？我们可能照片没拍好吧？你要这样吗？你要拉低一点呢、啊？这样怎么拍那么比例那么短？这个有什么那么胖？我说是本人的问题，你会怪我？在我的视线里面，你就长这样。旁麦哥抱抱，修杰楷抱，只为一事跟贾静雯吵架，推荐杨明威直接看小 S 劈腿那集。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是此时此刻的你应该把此时此刻追完了吧？杨明威继俗女后再次演 gay， 还是个意难忘的深鬼同志。原来是制作人修杰楷调缸哎，因为他平常干话很多，对，然后这次就刻意的让他演一个比较内心层面深一点的。那你在戏外是这么勇敢的人吗？勇敢到不行吧，我比那个戏里面的勇敢，我算是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主动当初追老婆也是。是他追我不一样的，被动的。你是被动。干话很多，其实还蛮有魅力的。嗯。不过，是不是有点矮啊？小 S 那个是一开始就设定他，我也很喜欢那个单元。那个单元如果去拍，应该也蛮开心的。那期真的，你大家可以直接跳第七期是吗？快转你看。对。通常只有是在看某种片的时候才会快转。干话很多。还是你打算继续当个吃软饭的？修杰楷也卷起袖子下去演了一集，饰演男子气概被阉割的家庭主妇，只能靠老婆刘品言出去赚生活费。那我那个单元好像一直都没什么人在讨论，然后就说那就是你来演的。我说哦，我也蛮喜欢别的单元的，对，他们就觉得那个角色也跟我很贴近。哦，那就来聊聊你家的女强人吧。你喜欢我吗？我喜欢你。金马影后贾静雯在本剧压轴饰演周旋在阴毒老狐狸曾国成和青春小鲜肉曾静华之间。哎，她下戏后有跟老公聊这件事吧？不是说顺不顺利，她说还可以，第一天拍就拍那个，因为不熟，所以会一开始会有点尴尬，但是拍完那场戏就完全不尴尬，就大家都很熟。你呀、啊，你就一定要一句一句的顶回去。他只有说陈哥一直要跟他聊天，他说我台词很多，陈哥一直找我聊天。修杰楷也透露，他们夫妻真的都在聊天，几乎不会吵架。你我们会有争执的会是什么？我们可能照片没拍好吧？你要这样吗？你要拉低一点呢、啊？这样怎么拍那么比例那么短？这个有什么那么胖？我说是本人的问题，你会怪我？在我的视线里面，你就长这样。干话很多，所以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在此时此刻找到一些自己的片段跟共鸣。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对，有些人生活就是很抓嘛，有些人生活就是在平淡之中。会有一些问题，一些浪漫。三立娱乐新闻，干话很多。报道，我拿着，这是自己。